无爱送命呢。哎呀，抱歉，听你点名就知一切，这明是咱的认真啦，吼。这个小孩看见你，你啊，讲这件代志真危难，要无安尼是，得我心内所想，这件事就予我亲身来管，岂不做嘛？袂安尼，方才我又甲你讲啊详细，如果你要替恁父王去做，当伊若做起，我甘说爱死死啊！乌苏克，乌苏克，啥啦？就是江平的意思啦。嘿哦，我刷着拢安尼讲啦，他拄只阮阿兄安怎，我嘛会安怎。哎呀，这个不休啊！抱歉，啊，要怎么办？我来去。你袂用的啦，啊？为什么我袂用你？我都无说你去，都让你去。哎，啊，无共款啊！啊，我囡仔人，阿兄已经大汉啦，迄囡仔吼，乌白乱讲话啦，啊是乌白贱啦，迄拢无做啦。不要讲不出就不出。是啊，小弟，你把我倒转来，真多代志你袂当明了。你听母后的话，唔当我受气。母后，哎呦，我这组是为你设想，我知影你为我父王头疼心乱，奉上圣旨，寄出了秘金诏。这件代志，我若是来去做者，我忧心，我会暗中帮忙着我家兄弟，绝对袂去伤害众人。是啊，你是对，也好。既然姓名你提出这个意见了，我又也不能明使给你阻挡。不过你要行事，自己爱小心。我了解，阿弟在家不用为我烦恼，我事事合拍，所以我会尽量的考虑啊。你都爱说你，我就做你的。庙会本来就都这种的。兄弟啊，大家